今天的早餐是牛奶、煎蛋、肠，还有西饼。我们现在一在屋里吃饭呢，小黄就在桌子下面等着。嗯，现在也进屋了。来，黄。没事吃的，对不起，你可别等。这咋的呀？阳光灿烂，你们就心情美丽呗，是不是？嗯，看这一群呢，看这一群小狗，太多了哈。小虎妞。 好像真的是拉布拉多，我觉得啊。前两天啊，有一个粉丝啊，在这个评论区说他们可能是拉布拉多，不吧？应该我觉得也挺像。而且小虎妞啊也很粘人，你看，是不是虎妞？嗯，哎呀，晒太阳呢。哎呀，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兵临城下。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，在这里呢，兵哥祝所有的家人们身体健康，事事顺意。午饭过后，燕姐呀、就回到饭店去帮忙，那么兵哥呢就留在山庄上，收拾一下卫生，再呀把小狗狗的狗窝呀简单整理一下。 天呐，都得打扫，你看看，不能淘气，去。一袋狗粮啊，基本上一天就没了。来，哎，放这儿，省得老让你们弄反。嘿嘿嘿，这边让他们两面吃。 哎，刚刚啊接到了一个快递的电话，让我们去物流园啊接快递，应该是九哥在内蒙啊给斌哥和燕姐寄的羊到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啊得赶紧去取，因为据九哥说呀、已经发出去好几天了。 搁冷链车发的，应该是不会坏。九哥呀、一共是寄出来两只羊，给斌哥寄了一只，给七哥和万毅他们寄了一只。昨天晚上啊，跟万毅通电话，万毅他们的羊啊，昨天就已经收到了。斌哥这羊啊，到的有点晚，今天刚到。 到了，就是这辆冷藏车，不小啊，带皮的整只羊。哎，主要是那家呢，刚才一会儿叫他给我解决。哎呀，谢谢，我上一下，看看九哥邮的羊这么大，这真是不小啊。哎，哎，看看九哥给寄的羊啊，得有多大啊！ 不小哈，哎，回家护羊去。感谢九哥呀，不远千里给兵哥寄的羊，谢谢。充满辛酸和核酸的2022已经过去。 现在呢，已经是崭新的2023的开始。那么新年的第一天呢，兵哥真的是非常的高兴。九哥呢，从不远千里的老家给我们寄来了整整一只山羊。那么今天呢，已经是顺利的收到。在新的一年开始啊，燕儿姐啊又给斌哥送了一部新的手机，非常高兴。那么这一切啊，都是说明了一个崭新的开始。在新的一年里啊，斌哥也希望视频前所有的家人们啊，身体健康，事事顺意。那么好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更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